吹风扇，只能这样。若红哥，吹风扇。说完啥？说完你洗碗。我不吃你的，我吃了吃不得，要堵到起。中午饭呀，浩浩，中午饭。来，兄弟们。这个才是重中之重，兄弟们，这个才是重中之重。喝的哈啤啤酒，晚上这个才是重中之重，兄弟们。牛鳖，这里面是牛鳖啊，牛鳖。哎，吃可以，可吃，去外面吃，外面。去外面吃，这里面吃味道贼大，去外面吃。五阿妹，把麻烦你把刀给我哈。五阿妹，喊不动。吃面啊。兄弟们，看见没有？自己不美颜，自己煮面吃，说，哎，对，你就煮面吃好啊，不美颜。哎，煮面吃好。哎，吃面，哦对，你吃面，各吃各的，哎，各吃各的，兄弟们，各吃各的。他说吃我的，他生气。各吃各的，你吃。哎，我看一下你的面相，还是我这个，知道吗？口水鸡，吃了我的受不得，硬气，兄弟们，吴美颜硬气了，太有节目效果了。是的，这个节目效果可不好哦，晚上回去怕不给我洗袜子了，兄弟们。哎，这属实有点了，我怕我玩火玩的有点过了，兄弟们。兄弟们是不是有点过了啊？兄弟们，我操！你们还泡不香？你们还是？还有水，怎么还有水？我家还有水。这东西还不好开嘞，兄弟们，这东西还不好开嘞。哎呦，我操！里面还有一层，我妈打湿了。啊，算了，不开了，兄弟们，这多多少有点影响食欲，啊，不开了，这个多少有点影响食欲，兄弟们，算了，不开了，放在这里吧，等一下开出来就没法吃，啊，多少有点影响食欲，兄弟们，不开了，我这么多好吃好喝的，对吧？这开出来。开个灯笼，还烤出来的，等下饭都没法吃了，不开。
来，写信给我。开嘛，办卡开，写信给我办卡开。哦，煮好了，面煮好了，兄弟，牛肉面的面煮好了。真的是街上本事。欢迎师部抓鸟，欢迎兄弟们。哎，是的，给我下面。嗯，下面给我吃，下面给我吃。面说了让我等着，他等一下把面给我端过来。我吃鸡爪。通常一支补收款0.11元。他是一支面的鸡爪。鸡爪面。你不是说要喊我订号吗？一分也是爱，兄弟们，一分也是爱。不是兄弟们，这个二维码群都没有了，你们怎么还有二维码哦？王阿姨，感谢大哥的0.01元。我操啊，这个黄瓜，啊这个煎蛋，搬过来嘛，搬过来一起吃。我想跟你吃，从我肚子出去了。来，兄弟们看一下，看一下锅面吃的多好。嗯。又在吃了，兄弟们，又在吃了。好呀，得大米粉儿，米粉儿，哈，大米粉儿。行一支付收款1.24元。有人暗示要给你一耳屎。No.
中行一支付收款九元。自己下面自己吃苦啊，对呀、啊，含着泪吃的，香吗？啊，香吗？自己下肯定香。你这个逼，你那个那个黑夜小飞，你会说你使劲说，我尝尝牛肉好不好吃？是不一样味道。黄泉猪的食物的食不一样。哦。哎。嗯。还给我留一把那里面。嗯，可以。怎么尝一下我拌的鸡，还是可以的。尝一下嘛。我自己吃。尝一下。给点面子嘛。来来来，割腿儿，来您割腿儿，腿儿吃好啊，吃好的很啊，安逸的很。撒狗粮兄弟们，羡慕死你们，嫉妒死你们了。好，撒狗粮，我跟你说。行一支付收款1.24元，一块2毛4也是爱兄弟们啊，使劲砍啊，使劲砍兄弟们，表哥的口水有问题，问题贼大了，问题问题贼大了，兄弟们嫌弃不嫌弃嫌弃啊，那不不不、啊、那把这碗面倒了嘛，小飞天没事儿，这个兔子应该是无皮能吃的，但是这个兔子哈，给若风哥吃的话可能有点辣了。若风哥敢不敢挑战一下？敢挑战一下，等下次阿伟炒兔的时候，我给你纪念过来，挑战一下。全是辣椒，这不是肉吗？辣椒里面要找肉来吃。我的辣椒买成30块钱一斤，这个兔子买成19一斤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佐料比兔子都贵。
我不知道，小姐，应该在路上了吧？我给牛肉吃不够大，我再压着吃，压上去。三种辣椒。哎呦，今天晚上安排这个兄弟们，牛逼！你是真的回去了？晚上回去你不相关？不像。啊？不像。不像我。嗯。可是你不回来，我得早点回去噻。要不你先走。我回去就也是。恶心，幺七七哥，对于你这种亲哥子娃娃来说，你们不懂。不是，这个辣椒拌面还真可以的，就是有点辣。土子面。土儿面，干拌土儿面。这个橘吃了不会的，组长，对于你一个广东人来说，这个你吃了绝壁穿西，吃了你要穿西的这个。阿聪无免戒糖喝啤酒吗？戒，啊，戒糖喝啤酒，无限戒，来，了解一下，一个飞机两瓶，你想少，哪有那么逼啊？欢乐豆，我喝不得两瓶，喝下去。组长可以，直接骨折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我们先吃面，面吃完以后，对吧？直接骨折熬汤，直接熬汤就可以了。组长，这简单，我们先尝尝面，把面味道尝了以后，直接熬汤。吃完以后，表哥不收钱，嫂子收。飞机，飞机，飞机上彩页，兄弟们。飞机上上才艺，为什么还叫吗？你吃这儿，麻辣鸡块。
长寿面喝一碗里面，吊住怎么的，就零点儿，他跑酒店都几十个，你就盘了跑一会儿就盘了，不好吃。吃面，还要吃零点儿的。嗯，上次下面插个鞋，插鞋、啊。美女与野兽，啊，是的，组长，你这个宅种，你会说使劲说。在海南，海南，海南，在海南啊！我操，没了，没肉了吗？哎，你要骂我嘛，你就一次性骂到位嘛，对吧？你不要分两次骂嘛，这很难受的，很难受的，组长。你能不能痛快一点嘛？痛快一点。我是朋友告诉你的。他的钱。他的钱。老板。差点火候，再多差个三分钟，这味道闷头的味道更入味。好。这个陈皮，这陈皮香得很，真的。你是吃个冬天？天天跟我说不好吃，你要咋的？我那个冰粉儿，冰粉儿噶，有八块、九块、十块的，还差不多的。那八块的是传统冰粉儿，九块的是传没水果的，十块也有水果，啥都有。九块的是哪个？九块的就是。哪个九块的？哎对。哎。今天是来搓冰粉儿，明天搓嘛？要头天搓最好，今天吃更好。把冰粉湿了好多了。今天那个那几个来的要，我全要我冰粉儿。
你吃啥都都能，有那个红糖的，有桂花，有那个玫瑰，有那个百香果的。高总，你那个，你那个放在哪里啊？高总，二楼嘛扫不到。找到了不？啊，小姐。嗯。快了吧，应该。快了。把你慢了。没有速冻饺子，不用杨哥，没有速冻饺子。只有五美元包的饺子。吃的肉粽子，零鸡腿儿。可以。这面俺们吃不拉一口粽子。就是特辣的肉粽子，特辣。啤酒罐。到时候我留一口噻，来，要不要？欢迎兄弟们，熟了、啊。你没吃啊？吃不来熟。
椒比兔子贵啊，陆峰哥。兔子是19，辣椒30一斤。你这喝了多少？我只喝了一瓶啊，喝了一瓶。我喝酒上脸。里面有3种辣椒，欢迎蛇哥。喝酒不行，喝酒的话差一点。就是我家里人哈，喝酒都上脸，真的喝酒都上脸。5瓶嘛，我最高峰是28瓶喝啤酒。我结婚，我跟吴美妍结婚的那天，我喝了28瓶，就是那玻璃瓶那种。是的，玻璃瓶的。那是我结婚的时候，结婚当天喝的。当时你知道我老婆是贵州的噻，贵州人喝酒贼能行，不管是白的啤的，特别能喝。应该是从下午2-3点就一直开始喝，喝到晚上。差不多有人全部走完了，天天哥，你会说使劲说啊，你会说使劲说。竟然是吐哈，因为我喝酒喝到了我能吐出来，但是吐的话这差不多吐了很多次，吐了又喝，吐了又喝。你来吃东西又喝了哈。我们的火锅店不装啊，还有已经装出去了。那我撕了呗。哎呦。
唐蜜之补肾款九元。等等哈。吃完了，兄弟们。早点，兄弟哥，早点，加油，再。那我发现一个问题哈，兄弟，从早上现在我一根烟都没抽，一支烟都没抽的，兄弟们。傻光，兄弟们，万一啊，新美五美元来，天天跟我说了，表哥，哎，表哥，如果万一你真的有离婚那天，一定要叫我陪你喝的不醉不归，听到吗，五美元？请你对我好一点，好吧？请你对我好一点。我还对你好了，我把你供着，当主持人供着。这倒不用啊，这倒不用。啊，天天哥。哎呀，好想。那也是你。看没有？我不看。真的。弄弄了呢？我真是，打了很没。这个危险了，哎，就是你到底回不去，还是我要回先回去？你们肯定要这么晚。直播间的女粉都在等少爷和表哥离婚，都望眼欲穿了。是的，姑爷，你看哥，你说的都对，哎，你说的都对。好完事吧。把你自己车出来没就收个碗。无话没，我自己车哪儿没收过碗，啊。五美元，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我们说了，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嗯，你还是对我好一点啊。五美元，警告你，对我好一点啊。也这么好，把你供着。对我好一点。当那个招财猫一样供着。你别让你找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不知道哪来的福。
来的跟狗一样还是哎，分期买股是输的嘛？小白，超白输。你不找个算啊？啊？还不是输呀？我希望找那个算的。嗯，我说我去算，他要算。找那个算的。错那么多。红掉了，谁给我的胆？不是直播的水友们给我的胆吗？表哥这么好的男人，不能让他怕老婆，说出去表哥的女粉都要打人。我的女粉只有一个，知道吧？姑娘尹三哥，我的女粉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吴美颜。啊，我的女粉只有一个，就是吴美颜，是不是啊？来爱一个，嗯嘛。准备上个厕所哈，上个厕所。搓冰粉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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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搓嘛。
两个星星。还有那个冰壶那个盖子，要买那种冒起来的，拱起来那个盖的，不然会把冒尖盖不下去。他在桌上加火龙果。冰壶加火龙果。火龙果，你也知道就是火不火龙果嘛？买了火龙果打成汁以后，放在里面炒一次回来。我安逸，我就喝火龙果。火龙果。加那个你不懂的，又是色素。是不是？是水果是。那么它这冰粉是加冰，它是把冰块放着的。它上面加冰，它没加冰沙。没加冰沙，加冰块的嘛。看到里面全是白的，就是冰块。嗯，而且把冰块和冰粉一起放在那里。你在外面买的？嗯。你在外面买的？在地摊儿。哪个庙？就是玫瑰庙。就是那个啥子？就是那个猪笼，它就猪笼大。他眼下是放了录像，然后用人在解说。我晓得，是放录像，它的猪笼那么大。这是我了，是吧？想吃面了。就是品种不需要多，好的没有就行。欢迎兄弟们，快点的。然后。停止，停止，你把电声。小米凉虾成都好像没有，凉虾成都没有，那可太没有了。要不要学嘛？我教你。要不要学？我教你。那个是最简单的，只需要买一个漏勺，只需要一个漏勺，兄弟们。不要了，全部没得了。哎呀，这个匹配他妈的到现在还没过来，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真的。我帮他开着播，他就不慌。在路上，到哪里了嘛？到我那边，到我这。是在我来我这里的路上，还是来我家里的路上？没事，他这
个只是警告，它没有其他的影响，对你心机那些也没有影响。但是下一次遇到这种，如果有进店客户，因为可能是你线下是不是在做活动，然后线下比线上还要便宜的话，这个会可能会影响到就是别个进店的一个问题。还有就是你平时，有线上客户到店的话，就稍微热情一点。美女啊，我热情得很啊，就是巴里不得就是把我的那个笑脸贴在他们那个脸上去了。最主要是他说我没有营业，晓得不？没有拒绝他，我有点想不明白，我好久没有拒绝那个嘛，不后台是不是搞错了？他给我个警告，打客服电话有没得？我不是那种人，若风哥，阿伟可太不是人了啊，可太不是人了。对的，解释就是掩饰，这句话赞成兄弟们。阿伟在回你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脸都在笑。还有点明显的，若风哥，我不是这种人，若风哥，我不是这种人，对吧？啊，脸我是，其实心里面我靠，必须懂得噻，兄弟们。我冲起来就不是人，塔吊要检查浓度不合格就糟了。你还有多久到？你还有多久到？我们有点困了，兄弟们，有点困。我加广告，兄弟，我去那块儿出来，我加广告，把广告拿来，把贴起了。妈呀，硬是不给我整了，硬是。我们看看那个牛逼，兄弟们来看牛逼啊！兄弟们，来看一个这个牛鞭火锅，鸳鸯货。把那个充电宝拿过来哈，兄弟。充电宝，充电宝给我。我找你。这是哪个充电宝？这个是这个充电宝。我对一下嘛，充电那么低，没吃过，到嘞。
我们看一下罗红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没吃完兔儿。啊？啊？想咋有啊？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有些人说这个东西儿就是香，香吃得很。闻到味道不？啥子闻到？目前没闻到味道哈。几人份儿这个是？一人份儿。啥子一人份？微微个儿的，啥子一人份儿喽？单人份儿我就是说。单人份儿。还有些几人份儿，看有点味道了。你不要踩噻，踩半斤放哪儿了？我操！是啥子哦？要不要？来，你闻一下，来鼻子走过来，鼻子走过来，我打开嘛。鼻子都过来嘛，哎呀我自己来嘛，要闻啥？我自己来，你自己闻不到味道，你把鼻子打开，我自己你把鼻子凑过来嘛，来来来来，鼻子凑凑拢，没有样子啊，我啥也没闻到，没得味道的，没啥味道啊，一个吃鼻味道。我在那闭眼，我不知道，我反正我都闻到味道了。你闻不到味道啊，黄梅？真闻不到。那今晚上你试嘛？真闻不到，闻不到味道。你真闻不到味道？对。晚上，兄弟们，晚上让吴梅烟抽啊！反正我是不吃的，我不吃。晚上就让吴梅烟抽。他妈，你闻不到味道？哦，哥，可是贵州人自带免疫，啊？贵州人自带免疫，对的。他是贵州的，吴梅是贵贵，吴梅是贵州的，盖子打开，有一股刺鼻的味道。哪个胎神举报的有病？我操！你真的闻到这个味道，刺鼻了！我真没闻到，那是龙油味道呀！你是搞错了，是这个香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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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冰袋。箱子的味道。不是箱子味道。冰袋水里头包咸，丢啥子？端着吃。没丢的嘛，就是这个刺鼻的味道，有龙油味道。有八块、九块、十块的，十块是全部都有，八块的就是传统的。要得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十块钟，十块钟，大包点吃。大包，太好了。二十号。烟卷儿。我刚刚手机在干嘛？微信。小豆儿，小豆儿，我给你搞了个美团的嘛。防疫支付收款十元。你的吗？那这边稍微有点不周全，周全
一般人真受不了这个。哎。他居然闻不到这个味道，他闻不了闻，他闻不了闻，反正这个味道闻着有股农药的味道。特别重这个东西，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的味道，知道吗？也有可能是这个味道，那就是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我像根草一样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是吧？哎呀，兄弟们，嘿嘿嘿。那个给你们点点看一下，兄弟。牛背山特产，牛瘪汤。但是有些人哈，他就好这一口。有些人就好这个腿，知道吗？他说不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东西，嗯，就是手都有那种，哎，就那种什么，就像什么那个鸡杂的味道。上兄弟们，哎，还是给他原封不动放回去，哎，给他放回去。我得去洗个手，兄弟们，来给他封好。这个是阿伟的。给他封好，现在手我得去洗个手，给他封好，兄弟们，我去洗个手，嗯。钢化粪差不多做风工，差不多这个适合二位车啊，适合二位车，兄弟们。
是的，我的网上看也是绿色的，也是绿色的，但是我看见这个颜色怎么有点偏黄，偏黄，兄弟们，那面上浮的那个不是黄的吗？这个米粉它是越你吃快的，吃慢了它是越吃越多，越吃越多。哦，天我今天再喊声号，再给你更多这个米粉就是。我在网上也看过的，也是你是纯绿色，然后我看这上面怎么飘起来，怎么有飘的有黄色的东西。都都不吃，干不吃，兄弟们，干不吃。来把冰袋，把冰袋，我算了，我这个我都不放在我冰柜里面，这个只能给它放在里面。来，进去，给它放在里面去。我操！兄弟们，还得给它来。给它装起来，胶布呢？胶布在我抽里面。你看呀，今天做一次，今天做的后天做第二天就可以了。可以嘛？真嘛？错嘛？真的。水他看一看出米粉肯定不够啊，再喊一声啊，下次吗？没有，今天真诚没得了，其他的都有，搁来碗粉吧，干豆粉、香肠粉、肥肠粉、绵阳米粉，细的那种嘛，是不是？哎，细的那种，他们吃那种细的。哦，对，是这种。啥子粉？吃那个，吃肥肠的。肥肠那个。哎。哎，还有嘞，喜欢肥肠粉。晓得。小王哥。肥肠粉有细的粉组吗？对。就他们就是街上的那种粉组。红烧粉组不是那样子。我每个人喜欢吃的口感不一样。兄弟们，给它封好。给它封好。一点气都不能给它跑了。小粉儿，五福消瘦，兄弟们，五福消瘦。这东西还是只能二位吃，啊，只能二位吃。二位已经练就了百毒不侵，给它原封不动的装回去。在那个消毒柜里面，好，兄弟们，一点气都想跑气出来都跑不出来。牛鞭面特色网红，表哥不开盘直接喝他了吗？你来，大师兄，我不来。我建议加一道牛，算了，哎，给它扔到外面去，算了，扔到给它扔远一点，兄弟们，那里面有股味道，
我一直以为的是你牛逼啊，若风哥是牛逼，逼不是牛逼，牛鞭哪里都可以买啊，牛你要牛鞭、羊鞭、狗鞭，知道吧？都有。这个我的门路多，那个我可以买的正儿八经的哈。太恶心，那个东西说的绿绿的，上面还有点黄黄的东西，恶心。但是那个给阿伟吃。啊。留给阿伟吧。说实话哈，我都不知道阿伟他为什么会这么久，站不了我要等下我要喝冰粉了，那拿那个大瓶把它倒起来，我想我把冰粉喝进。因为他是把这个盖关了吧？啊？关了你不关了，现在跑齐了。那个梅老师要关是关？哦，我忘了，我没开过了嘛，我今早上开的，早上开的，蜗牛也到了。哦，是吗？大概打平平都把东西按上了，我再出。哎，买冰棍吧。Thank you.
要再要是不说就是比较大的路。欢迎 BB 哥，好，感谢竹鸡哥送的粉丝我嘛。嗯，没有的，打到饭盒里面。有的嘞，我把冰粉找了，我还炒冰粉。水没了，我还打点哦嘛，还冻好多火了没干，兄弟们。这个水腌，我做的这个水腌菜，兄弟们，这个水腌菜贼好吃。这个水腌菜贼好吃，明天腌，明天腌，大爆火啊！是个，感谢 BB 哥送的小画家，感谢 BB 哥，感谢 BB 哥送的钻粉荧光棒，感谢 BB 哥。这儿水那个真嘛，水是倒多不多，倒少不少。打电话让他送出水过来。妈，现在用水还用得多哟！我靠，他妈真的，兄弟们，从我家到我这里，路最多啊、哦，最多兄弟们十多公里，最多也就半个小时，不得了了。喂，那个7249送水。嗯，要得，等一下啊。不晓得嘛，兄弟们，不晓不得。晓不得。上冰块，哎，不是，你这个装啥？我装那个石灰石。小的怎么嘛？荔枝七十二九八八。遥控器。啊？遥控器。哪儿了？兄弟们吗？兄弟们就是没得啊。哦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少爷来了，兄弟们，少爷走着他，走着他性感样的步伐来了，啊，这个少爷看嘛，整个路妈这就是拽得很，我妈拽妹子一样的，我说真的是，这是个哪个枪1280万呀？一呀、啊，你真的，给啊，哎呀。
给他一二三，一个飞机一二三，这是李二家数教学直播间吗？是的，是的 ，BB 哥没有错，没得错。通过了就摁起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兄弟们。来了没得个来了？哪个？来了，我说。在家。啊。我没说。哎呀。洗碗工，感觉没几个碗呀。工行预支付收款1.24元。没几个碗，欢迎兄弟们。感觉他的1.24元。中行预支付收款10元。啊？我当着你的面插你的那个铁馒头，你现在是个什么滋味？好啊。好啊，是吧？好啊。你说是。那大家单子买了，那我就喝瓶水嘛。什么破瓶水哟？这个10元可以喝吗？你们使劲，你们使劲转，我就使劲喝。不是赶出家门了吗 ，BB 哥？然后他爹又把我求着求回来了。他爹跪在地上说：“阿伟，你回来吧，我错了。”他跪着跟我认错，我就回来了。信了，信了。不然你以为我会回来？给阿聪说上一号面。嗯。一号面，一号面是要汤的，谁点谁吃一号面是要汤。谁求谁？他爹求我呀。他爹求我呀 ，BB 哥。啊。不然你以为我会回来啊？狗都不回来。啊。整冰粉。欢迎兄弟们。学一个，怎么这个东西能学啊？这都。这东西不能学啊，谁服了？那你觉得我能服吗？像我这种这么硬气的，我能服吗？我肯定不能服啊，对不对？可惜了，还打算给你在合肥介绍个富婆，介绍个表哥吧，表哥适合。啊 ，BB 哥，介绍个表哥，啊，我这身板扛不住啊，扛不住啊 ，BB 哥。他表面上是知足了，BB哥，他实际是不知足的。啊，他表面是知足的。欢迎兄弟们。欢迎这个。我们要闯那儿吗？那个鸟倒了是躲在冰箱头的呗。我跟你冰箱头，我把它一摔放进冰箱头。啊？旁边抽。抽了。没有味道，我闻是没有大臭味。干这些个。买了那个牛鳖汤啊，牛鳖汤。没有剧情啊。没有剧情，这事儿。啊，没有剧情。买了牛鳖汤看看。明天去买兔儿的时候，买点菜回来，把它弄来吃了。啊，整牛鳖火锅。整牛鳖火锅。嗯，干 BB 哥的福袋，干 BB 哥。BB 哥最近在干啥呀？五一过得好吗？嗯，啊 BB 哥，嗯，五一有没有陪媳妇儿去逛逛街呀？干啥的？哎，我把那个手机拿来，看到这个手机好花呀。就是要提杯嘛，要提杯。
真回去一次学会，你不回去在这儿，抓你来人，小区那边那些问题都有，快得很，疲惫。一次药啊，洗了啊，只是洗到一个黄油就洗了根本，还是紧张。首先来说，你看题的时候，我看单词。带去的时候看你题的时候，这个头背都胀，我已经早上起来了，听说是个提示。兄弟们，你们刷新一下，我换个手机。你只要经常疲惫的话，就没有背题的事。就是我不晓得经常疲惫，没什么格式的。打包不？打包。袋子。你们刷新一下啊！还是得用这个手机，感觉不用换，今天没怎么卡过，不是卡过，是清晰度，啊，清晰度有点拉胯。